我和朋友准备偷渡前往缅北搞大钱，在边境的象转坝差点被边防佛伯乐摁头。我们五人集合后，我决定再次前往岔路口寻找接送的蛇头。我躲在树后，探出身子，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着。突然在马路对面的草丛里，手电筒的光亮闪了几下，我慌忙地离开。我不确定来者是谁。我是来接你们的，不要怕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停住了脚步，一看去就是上次和我们擦肩而过的那人。我开口直接骂道，妈的，之前我们遇到了，你怎么不做声？我差一点就被抓了。我之前就看见你们了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你们，所以我躲在那里没有出来。之前他们说你们是五个人，我看你们没走在一起，就更加不敢确定了。你要知道，做我们这行风险很大的，搞不好就要去踩缝纫机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立马就来气。你特么谨慎归谨慎，但你不能拿着我们安全开玩笑啊。我们五个人走在一起，目标太大了，所以才分开走啊。因为你，我还差一点就被抓了。你是第一次搞这个呀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兄弟消消气，现在人安全就行嘛。等下我带你们爬山，绕过向转坝边防检查站，我的车停在检查站那边的，等下我把你们几个送到南伞。走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说完我便带着他走到了我们藏身的地方。人齐了，走吧，赶紧走。那人没有说话，带着我们便往山里走去。刚开始路还算比较好走，我们紧锣密鼓地跟着带路的那个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我们几人跟不上带路那个人的脚步，看着他的背影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我内心顿感不妙，于是我加快速度，结果没有注意脚下的路，脚一滑，直接从上面摔到了田埂下面泥地里。走在我身后的几人见突然我的踪影没了，小心摸索着边走边喊，屁燕子，屁燕子，我在这里。刚刚追那个带路的人没看到脚下的路，不小心摔了下来，快点拉我上去。几人见状连忙把我拉了上来，子弹头看着我满脸是泥，衣服裤子已经全部被泥水打湿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笑鸡毛，要不是怕我们几个走不出去，我会跑着去追他吗？再笑给你也丢下去。几人见状也便不再笑了。好了，赶紧走，等下真的追不上了。说完我们便继续朝着之前带路那人走的方向赶去。走了一会儿，我突然停顿了下来。怎么了？赶快走吧。走鸡毛走，我们又绕回来了。不会吧，这里感觉没来过。我捡起之前我丢下的烟头给众人看，这一刻众人才意识到我们真的迷路了。多哥，万肚子了，走不出去了，我们几个咬死在这山里了。听到子弹头这样说，我顿时就火上心头骂道，把你那乌鸦嘴给我闭上，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子弹头也怒了，对着我吼道，关老子什么事，实话实说而已。我走到子弹头身边，一把抓起他胸口的衣服，指着他骂道，你再说一句试试，今天老子不弄死你我跟你信。老子害怕你了，你来了。我直接握起拳头就对着子弹头的脸打去。在这时刻，老钱一把抱住了我，小黑人把子弹头拦着，深沉哥站在中间，赶忙把我们两个人推开，防止事态再一步升级。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，有个什么鸡毛好吵的，走不出去我们都要死在这里，你们还有心思吵？现在想想我们怎么出去才是重中之重。还有子弹头，把你的嘴闭上，该说不该说的一顿乱说，管好自己的嘴。老皮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知道个鸡毛，在这里等，等那个带路的来找我们。说完我靠着树坐了下来，几人也纷纷在原地休息。子弹头，别往心里去，刚才急了一点。老子往心里去个鸡毛，这些事不值得我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的就只有女人，嘿嘿。你有点出息好不好，一天到晚就是女的女的。你懂什么？为欢喜生，为欢喜死，为欢喜奋斗一辈子。几人听到后哈哈一阵笑，在笑声中我和子弹头的内讧也随之消失。